我是英子，在我六岁时父母离婚了，母亲便从此离开了我。我的父亲患有被害妄想症，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十岁时。英子，起来啊，英子，怎么了？我们明天一起去旅行好吗？好，去哪里？啊，我们一起搭巴士去吉隆坡，快点。好的。好。我有一点迫不及待和小兴奋，因为这是爸爸第一次带我出去，而且他的病情看起来好很多。哪里？这里好像不是吉隆坡。走吧，这里是吉隆坡。快丢掉你鞋子！我怀疑里面有追踪器和摄影头。我不管，地里面有追踪器，地里面有追踪器。快点丢掉！有人会跟踪，我们把他们杀了！快点！走。